先生，太太，在我先说，我的名字迪尼斯奈尼罗比亚蒂，现在我36岁，我结婚了，我的体重60几公斤，我的身高163公分，我的私立高中毕业。我的信仰回家，我有2个小孩，然后以前我在台湾工作差不多10年，照顾阿妈，然后在香港，差不多8个月，我照顾阿妈，我会煮饭、煮汤、煮菜，扫地、倒地、洗衣服、当衣服，这我先说好了，谢谢呆呆，谢谢呆呆先生，拜拜。